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尹群。首先感谢大家能出席新加坡华业总会举办的2021年华业节的系列活动，希望这次活动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我1996年就移民新加坡，在新加坡从事古筝教学和演奏，至今有20多年，培养了很多学生。在教学中，我发现新加坡大多数弹筝的学生都喜欢弹奏一些现代创作的古筝曲和流行歌曲，对古筝的传统筝曲掌握的并不是很多。然而，传统筝曲是古筝的精髓，它能够表现出筝的韵味，充分发挥古筝的性能，所以学好传统筝曲是很重要的。针对这个现象，新加坡琴筝学会的老师们决定在今年新加坡华业节上举办4场线上讲座。第一场讲座是由我来主讲陕西筝乐，第二场讲座由尹红副会长主讲浙江筝乐，第三场是由琴筝学会理事陈静南老师主讲客家筝乐，第四场讲座我们邀请了旅居美国的古筝演奏家邓海琼博士为我们带来古筝的世界音乐元素。希望这4场不同形式的讲座能让大家对古筝的传统与当下在世界音乐中的发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大家都知道，古筝这件乐器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古筝还有一个名字叫琴筝。为什么叫琴筝呢？因为筝的发源地是在古老的秦国，所以就叫琴筝。琴是陕西的简称。陕西是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和兵马俑吧？秦始皇就是在陕西这个地方建都的。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有13个朝代都在陕西建都。早在2000多年的秦国，筝已是当地的流行乐器。筝与打击乐一起合奏，唱着呜呜歌。最早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秦朝的宰相李斯在公元前237年给秦始皇写的一个奏章《谏逐客书》中写着：“夫鸡翁叩否，弹筝拨臂，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琴之声也。”这段史料描绘了秦人击打着翁，敲着否，弹着筝，拍着大腿，唱着呜呜歌，这就是地道的秦国音乐。秦筝在唐朝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盛况。唐代的13弦筝在民间与宫廷中都非常流行，涌现出很多筝乐作品和演奏家。随着大唐艺术高度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秦筝作为中华民族乐器也传播到了亚洲等国家。比如说日本现在还保留和沿袭了唐朝13弦筝的形制和传统。2000多年来，秦筝在中国大地上繁衍生息，流传到全国各地，形成诸如河南、山东、浙江、广东、客家、潮汕等流派。然而，由于历史变迁的原因，在明清500年间，秦筝就开始衰落，远不如往昔的繁荣。筝的曲谱资料、代表人物也不见传人。20世纪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的周延甲教授提出了“秦筝归秦”的学术思想，让源于秦地的筝再次回归到秦地，
他带领一批学者挖掘、整理陕西争取，撰写了大量秦争理论方面的论文，振兴了陕西争派。1983年，西安秦争学会成立，同时也出版了首期创编的《秦争会刊》。陕西争派领军人周延甲教授一生致力于秦争的发展，培养出大批古筝优秀人才，在古筝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创作并演奏了大量秦筝作品，整理并编创的陕西筝曲作为陕西流派录入中国古筝名曲荟萃和中国筝曲陕西篇。周延甲先生的业绩也被收录在中国音乐家词典、当代世界名人传、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中国文艺家传记中。近半个世纪以来，陕西筝乐蓬勃发展，涌现出大量的筝乐优秀作品，例如《江女泪》《云裳素》《望晴川》《秦土情》《行者》《黄陵随响》等。作曲家们在演奏技巧上、调性上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些乐曲也成为古筝中的经典乐曲。近几十年中，陕西筝曲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之所以能得到演奏者的热爱，原因是陕西音乐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弹出的旋律有着凄楚悲切、热耳酸心的感觉。而这些特点的形成，直接与秦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当地语言、戏曲及民间音乐都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些都为作曲家们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秦筝作品中，作曲家们运用最多的素材就是陕西戏曲音乐中的秦腔、迷糊、晚晚腔，还有西安古乐、民歌等。例如大家所熟悉的《云裳素》，作者应用的就是秦腔素材，《百花吟》应用的是迷糊素材，《江女泪》应用的是晚晚腔的素材，《黄陵随响》应用的是西安古乐素材，还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作者应用的是陕北民歌素材。下面为大家播放一段陕西戏曲音乐《晚晚腔》桃源戏水的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陕西戏曲音乐的魅力。陕西古筝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是音律上的发西，两个变音非常特殊，它是在咪、拉两个弦上摁变出来的。在七声音阶中，四级音是发，稍微偏高一点点。七级音偏低。所谓偏，当然不是半个音了，这两个音游移不定，也就是因为这两个变音才凸显出秦筝的风格。在陕西戏曲音乐中
有两个不同的色彩音阶，称欢音和苦音。这两种音阶在音律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都是咨调式七声音阶。欢音音阶发西两个音用的都是本位音，它表现一种欢快、活泼、愉悦、轻松的气氛，例如百花引的慢板部分。所以这个发和西用的都是本位音。苦音音阶中的发是本位发，西是降西，但是要在降西的音位上用颤音颤到稍高于降西的位置。苦音多为表现一种悲伤、哀怨、窘诉、伤感的气氛。我为大家做一下示范。陕西筝乐有着独特的旋律特点和右手特殊的技法，它们分别为旋律上行跳进，表现一种激动的情绪，下行急进，表现一种委婉哀怨的情绪，还有右手大指的连续脱劈，大指连脱，搓摇结合，还有左手大指摁弦的技法。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一首《绣金匾》。这首乐曲是郑安甲先生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第一首琴筝作品。虽然这首曲子很短，但是它韵味十足，鲜明地表现了陕西琴筝的特色。
香山涉谷的创作背景是作曲家曲云老师受邀参加访唐乐舞的演出，为此他结合自己跟随西安古乐艺人赴秦岭终南山朝山拜佛的经历创作了此曲。乐曲取材于西安古乐，此曲以唐代著名的曲牌柳青娘为基调，并与月儿高、香山涉谷等三首曲牌连缀而成。乐曲表现了一年一度的关中庙会、西安古乐的盛况。此曲在第六届亚洲论坛上被评为优秀作品。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段我2021年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演奏的《香山涉谷》。
乡韵这首乐曲是1991年我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步步高春节晚会时委约周玉国老师写的这首作品。这首作品也是周玉国老师写的第一首琴筝作品。它的意境是婉婉乡音，悠悠乡情，道不尽对故乡的眷恋，诉不尽对故乡的深情。这首曲创作手法简练明畅，成为琴筝作品中的佳作。在1995年，中国唱片总公司为我出版了我的第一张古筝专辑，乡韵也首次出版。大家所喜爱的云裳素，就是在乡韵的基础上，作者将音乐结构扩大而成。作为陕西流派的见证人，我12岁就和朱元甲老师习筝，亲自见证了琴筝归秦的历史过程，参加了多场琴筝学会举办的音乐会等各种大型演出活动。我弹了40多年筝，琴筝是我的乡音，给我带来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秦桑曲，这首夜曲是周延甲先生1979年创作的，素材采用了陕西地方戏曲王岸腔音乐，根据唐朝诗人李白《春思》中的“燕草如碧丝，秦桑底绿枝”，取“秦桑”两字为题谱写而成，描写了一位妙龄少女思念远方亲人的心情。最难忘的是，我在1989年参加首届山城杯民族企业大奖赛中，这首作品被评为作品一等奖和演奏一等奖。同时，获奖的三位选手演奏的都是陕西派的作品。就在那一刻，秦筝真正得到了全国音乐界的认可。从此，秦筝的乐曲响彻大江南北。最后，我为大家播放一曲我演奏的《秦桑曲》，来纪念我的导师周延甲先生，并结束这场真情之声的讲座。感谢大家的聆听。